Hello, hello, 大家好 ，Hello, 大家好，开始咗啦嘛，我哋开始咗啦，新一集啊，吓，新一集，系新一集，第几集啊？今日第是但啦，卅几集啊，我哋都做咗卅几集，好多嘢同大家喺度分享。喂，今个礼拜头都有两件几过瘾嘅嘢，今日紧要啲，今日紧要啲，系啊，点解？落彩啊嘛，啊系，今晚一亿几多啊？一亿几多？1.4亿，1.4亿。一億六千萬，1.6亿已經係，哦，係喎，係喎，1亿声啊，係啦，1亿声，咁大家未買嘅好快啲去買啦，係啦，買完梗係買完嘅，唔係嗱，實中咗一中咗，一注獨得嘅話，梗係買好嘢啦，買好嘢，係啊，啲1亿声嘅嘢，買翻1亿声，買翻1亿声嘅嘢啊，買好多部嗰種。买翻 1亿声咪买好多部嗱，咁咧其实今次讲嘅嗱中咗吓，唔系应该话，唔系讲落彩，唔系讲 online bet 嘅嘢，系啦，放心。咁我用呢个1亿去啊切入嘅，咁点解咧？就系因为咧今个星期二系啦，星期二早两日咁咧，小米就喺北京度咧就开咗一个新品嘅发布会啦，咁系啦，我上咗去嘅，咁我上咗去咧就睇。部咩手機呢？咁係叫小米 CC 九 Pro 嗱，國內版叫個小米 CC 九 Pro。咁部機嘅賣點咧就係有一個1亿像素嘅主鏡頭。第一部冇錯。過億係應該係咁講，應該係第一部有1亿像素鏡頭量產嘅智能手機，係啦。嗯、因為點解呢？其實咧之前小米 Mix Alpha 咧，即係嗰部可以成日環繞成個 Mon 城嗰部手機咧。嗯其實佢都係用咗一鏡頭嘅，咁但係嗰部就未出啦。咁呢部就會喺國內雙十一嘅時候咧就會出街嘅，咁所以係第一款嚇，第一款1亿像素鏡頭有主鏡嘅量產嘅手機嚟嘅，係啦。不過我見你個盒喺度好似係有啲唔同，個名都冇錯。嗱，係啦。CC9 Pro 冇錯，就係點解咧？係因為國內版佢哋就叫小米 CC9 Pro， 而咧國際版嘅話咧就會用呢個小米60嘅名去推出。即係國外嘅地方就係用60。係啦，冇錯啦。其實咧，呢個60咧係隔咗一日，即係星期二咧就喺北京就發布咗 CC9 Pro 啦。咁第星期三，其實咧，佢哋就喺西班牙嗰度咧公布國際版小米60嘅。咁其實個做法都同之前小米9T 即係紅米 K20 一樣啦。咁雖然兩部機個規格一樣，咁但係為咗可能區分國內版同國際版，咁就用咗兩個唔同嘅名稱去推出市場咁樣啦。明解。係啦，哇、啊，咁係咯，1亿，1亿喎。覺得點？係啦，我就嗱，其實咧。見到個盒梗係攞部機翻嚟啦，咁啊呢部咧嗱我有手，斷咗唔好咧，淨係攞盒啊！喺唔見部機喺邊度咧？部機冇遺落咗，扣起咗，又唔會嘅。咁咧，我而家手上邊咧呢部咧就係小米60啦。咁咧佢就係由1亿像素轉由1亿喎。點就咁嗱？就咁一部手機真係步步差唔多咁。係。好啦，唔覺得佢係過億喎。真係唔係好覺噶，咁不過講，其實過億應該係咁講，有冇諗過有一個1亿像素嘅 sensor 擺落去手機？嗱，又咁講，你嗱，我就真係冇諗過突然間真係發展得咁快嘅，即係你通常即係依家你見好多手機都係千二萬、千六萬咁樣，可能或者勁啲嗰啲4000万、6400万咁樣，咁但係一下子就跳到去。1亿喎，其實嗰、那個即係實際用途大唔大咧？大唔大？一間我哋俾啲相大家睇就知。就你影咗啲相，係啦係啦，係啦，咁1亿都真係幾特別嘅部機，係啦。嗱，如果像素越高，其實 post 嗰張相就會嗰、那個 size 就越大啦。越大啊，係啊。咁我諗你過1亿，其實A3 嘅 size 嘅。應該出到㗎，可能都印到出嚟喎。其實都絕對出到，絕對出到。差唔多印張細即係 mini 啲嘅海報咁樣㗎咯喎，已經。應該我哋出翻地鐵嗰啲燈箱海報應該冇，應該冇問題嘅。即係
照像素計應該係冇問題。嗯、我諗所甚至乎呢、這個洪水出面啲海報都應該可以嘅，有機會，有機會。咁咪自己做埋 production 都咁犀利，咁都要睇下影出嚟係點嘅。咁你試過點咧？覺得試過點啊？买个关键先，嗰部机点、okay, 都系唔想，都系唔想收相住啊！都系唔想收相住，点解咧？之后嘅咁咧，睇一睇部机先啦。好啊，而家咧，出镜头，而家呢、這个，校翻高少少先，系啦。我哋准备啦，呢个系啦。好啊，而家咧，镜头前面又见到呢个咧，就系、是。小米六十啊！喂，我依家就咁睇落去，你啲灯打落去，系啊，小米六十，冇错。呢部机咧，其实咧，嗱，小米六十咧有三种颜色可以拣，咁咧，有暗夜微影、冰雪极光同埋魔法绿景三款。而我哋咧呢、這个手头上呢部咧就系、是、叫做冰雪极光。咁你见到佢其实咧都有，你见佢有啲白白地啊，白白地啊，蓝蓝地啊，绿绿地啊，有少幻彩嘅颜色啦、啊。你睇画面就反射咗，变咗做红色喎、啊、又。系，因为可能镜头蓝地喎，镜头反光嘅问题咧，见到反到我哋、啊、直播室上面啲顶嘅灯啊，见到可能有啲蓝蓝地，有啲橙橙地嘅色。咁啊，呢部机外形上面咧，其实就用咗双曲面前后玻璃啊。咁你见到嗱，我打侧睇，你系见到都。左右邊都係曲面嘅，都幾曲，都幾彎嘅，係、啦。咁所以攞上手咧，感覺咧都唔錯嘅。不過即係佢呢個瀑布屏係唔係太犀利啦？即係唔係話彎得好深嘅。其實我覺得呢個就唔算係瀑布屏啦，唔算添係啦，因為同呢、這個譬如 Next Three 啊、Mate 三十 Pro 比啊，完全。都唔係就唔係嗰回事嚟嘅，即係好輕微嘅啫。係啊，即係可能同呢、這個可能同呢個 S 十嗰啲差唔多，係、啦、因為嗰個曲法雙曲面咁樣。咁啊，嗱，坦白講，呢部機咧都幾善手嘅，善手係啊，都幾善手啊。所以咧，其實係要攞翻個嚇揼翻最好用。啲根基應該有係啦，個根清水套啦。係啦，用嗰陣時係真係要真係要加翻個套落去啊，唔係咧真係善到阿媽都唔認得嚇。啊！曾經同我上去嘅有啲行家都試過跌機，好在拎得好。咁啊，佢就好在手快，眼明手快執翻，即係喺跌落地嗰一下就攞翻部機執翻到部機係啦，冇事咁樣。咁啊，機面啦，機面就其實都冇乜特別嘅，算啦，我覺得都係水滴屏啦，都係水滴屏啦，係啦，個前置鏡頭就因為係冇錯，因為用咗一個 6.47 寸嘅水滴屏啦，咁樣咁啊前鏡頭就係3200万像素嘅，哇，前鏡頭已經去到3000几万啦。其實而家好多國內牌子嘅手機都將個前鏡頭嘅像素越推越高，即係始終都係多人自拍啊，係啊，中意自拍，咁你成日都可能攞。你有冇人影自己入影景又即系将自己同个景一齐影又好咁啊？可能大家几个人 selfie 又好咁啊，多即系高像素高啲啊，靓啲啦咁样系咯。好啊，咁界面上咧系有少少特别嘅，因为咧而家呢个用紧呢、這个MIUI 11系啦，咁啊有少少唔同嘅，点解有啲咩唔同咧？咁啊，其實可能喺個設定入邊啦，咁其實嗰啲 icon 有少少唔同啦，排列上有少少唔同咁啊。咁啊，其他功能同之前嘅 MIUI 差唔多，係啦。咁啊，最特別咧，梗係講緊個鏡頭啦。五鏡頭嗱，今次咧真係啦，五個鏡頭啦，缺一把火啦，五大鏡頭缺一把火啦。點解咧？有邊五個？係啦，邊五個咧？可能啊，同事又要俾張五鏡頭嘅 slide 出嚟睇下。好啦，出翻张相，系吊下大家 ，teaser 住少少嘢先。咁咧，好啦，见到相画面入边咧，就系讲咗呢部小米六十啦，个五镜头嗰、那个、那个规格嘅。其实咁点解话五摄五大镜头佢一不可咧？咁其实咧，因为嗰个镜头咧。除咗中間可以見到喺中間講緊108 MP 啦，即係一億萬像素主鏡之後咧，
咁咧其實係有各其他嘅人係有各自嘅像素或者功用啦，係啦，功用啦，由頂開始講先啦。咁頂開始，其實嗰個超長焦鏡頭嘅話咧，其實係講緊五倍，嗯，係啦，焦會五倍變焦，係啦，五倍光學變焦，最多可以做到十倍嘅混合變焦同埋五十倍嘅混合變焦。OK， 係啦，最高去到五集。係啦，咁中間嗰個咧十一千二百萬像素人像鏡頭有咩特別咧？其實就係講緊。用了 50mm 的焦距，是的，就是这个最好的人像拍摄的焦距，没错，有玩相机都知道 50mm 通常都是人像镜，影人像可能影这个人像模式，有大光圈的效果的时候，这个焦距这个镜头就可以提供最佳的效果了。那么一亿像素中间主镜有一个OISR 防守阵一定有啦。OISR 系呢个先系咪？唔系，佢系超长距镜头同系啦，同埋呢个一亿像素主镜头都有嘅。咁再落去咧就系讲紧呢个二千万像素嘅117度可视角嘅超广角镜，系超广角镜。咁啊，呢個超廣角鏡大家都應該頗為熟悉啦，好多好多鏡頭，即係好多手機而家都有呢、這個超廣角嗰、那個。好緊要啊！都其實超廣角鏡真係影嘢係，尤其是影多人或者狹窄啲嘅地方嘅時候影，真係好方便嘅。係啦，即係可以 cap 多啲畫面上面嘅內容啊，咁啊，咁啊，仲有一個係微距鏡頭，微距就最近就可以2cm 對焦啦，咁啊都有 AF 功能嘅。咁啊，呢啲可能影啲細粒少少嘅嘢啊，或者可能啲食物上面一啲 detail 位啊，咁啊最有用噶啦。咁五個鏡頭佢又圈起咗三個，咁啊突咗少少出嚟嗰個位都係嘛？冇錯啊。咁其實咧，嗱可以喺同時又幫我轉一轉鏡頭，係啦。嗱呢粒咧就係一億像素主鏡頭啦，都幾。幾大嘅，其實你啦，譬如我可能放埋啲睇睇先啦，係唔知大家睇唔睇到？係對唔到科，係多一讀先，好校光啲先，好校光推到最光，好嗱你見到咧，其實這個一億像素鏡頭，其實嗰個窿啊，個位啊都幾大嘅，係冇錯，最大嘅，係啦。咁咧，佢話官方就話咧，用咗呢個7P 鏡片，即係7片鏡片，去做嘅。咁啊，官方話咧就要提供最好嘅影像效果。咁啊，咁啊一億像素啊嘛，咁梗係要影得最多嘅嘢啦，影出嚟嚇、要靚，咁你先可以用到盡一億像素啦。咁你見到下面其實呢兩個咧就係一個閃燈嚟嘅。咁一個呢、這個咧應該係佢有分強弱嘅，係啦，係啦，即係兩個都係真係攞嚟做補光用的。補光嘅，咁可能閃燈呢方面咧，我自己就未試過。咁啊，估佢都係可能長焦又可能用個勁少嘅補光啦。咁啊，可能超廣角或者主鏡咁，可能用一個弱少少嘅補光。又或者會唔會燈咁樣拍 video 嘅時候有啲唔同 ？Video 呢個應該都有唔同嘅，咁但係呢個都未好實，好好。好 detail 咁試過，可能之後再試一試啦，係啊，咁啊，咁啊呢個最細粒嘅係微距啦，呢個就係超廣角啦。其實大家嗰、那個可能直排排列咧，佢又冇將呢個微距啊搬埋嚟中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搬埋嚟喺呢個鏡頭組中間，咁啊搞鬼，係啊，可能因為就。即係呢、這個咁嗰、那個元件嗰個排列嘅關係。一陣間啲人以為喂啲三鏡頭啫，原來係呢、這個。原來五鏡頭啊！不過啦，嗱可以側邊睇咧，其實咧睇到少少都幾厚嘅呢、這個。係啊，我就頭先打上手都覺得，咦，即係摸一摸，咦，好似嗰個鏡頭位都鏡頭位都幾厚，都幾犀利下喎。因為冇計啊，即係佢呢部機用咗都個感光元件嗰啲模組嗰、那、嗰個。面積都幾大，其實有一張相，同時可以播一播張相，你可以睇到咧，究竟咧一億像素嗰個感光元件個大細係有幾多？係啦，可能就係播一播 sensor 嗰張相出嚟啊，要冇錯啦，嗱 sensor
咁啊睇到啦，嗱睇到最鏡屏熒光幕嘅右手邊，最右手邊就係講緊 iPhone 11 Pro Max， 係啦，可能而家咧就係用緊有 2.5 寸 sensor， 咁啊中間咧就係華為 Mate 30 Pro 就4000萬像素，都好大嘅，其實講緊有 1.7 寸都好大嘅，大咗半一倍咁滯咯，都大咗幾多？咁咧？小米 CC 九 Pro 就用紧啊最荧光左手边嗰粒，就系又 1.3 寸，再比呢、這个Mate 30 Pro 大。咁呢粒其实呢粒镜头咧系唔系呢粒感光元件咧就系同呢个 Samsung 合作嘅，即系 ISO Cell Bright HMX 感光元件。咁啊最多其实可以支援到 6K 60格影拍摄，不过。因為可能呢部機用咗呢個 Snapdragon 730G， 咁啊，處理器個處理效能咧唔足以去可以拍到 4K 60甚至乎 6K 30咁樣嘅。嗯，但 4K 片係四片 OK， 4K 30啫，係啦，四K 三十格。咁有啲係咪嘥咗？我自己覺得又唔係嘅，因為始終呢部機用一粒中階處理器啦，咁你見佢都。面向中階嘅，其實佢都呢部都係唔即係唔算喺官方層面上都唔算一部旗艦級嘅，係咯，可能一個中高階咁樣。咁有啲奇怪，如果你呢個一億像素已經係擺中階機，咁跟住嗰啲咪不得了。咁真係，咁我又覺得係可能係兩億嘅啫。咁啊，要睇下啲廠出啲感光元件可唔可以再突破啦？咁樣呢部機其實有一部叫專享版嘅，嚇 CC 九 Pro 專享版。咁咧，專享版有咩特別嘅地方咧？就係頭先講過啦，RAM 多啲 ，ROM 多啲。咁啊，一億像素嗰度咧係會用咗八 P 鏡片設計，即係八塊鏡片嘅，八塊鏡片嘅鏡片組。反而呢個都仲有分別啊！嗱，據稱官方嘅説法咧，專享版咧係認得再靚啲嘅，而且。佢而家喺 DxOMark 上面咧，整體綜合評總分咧係同呢個 Mate 30 Pro 並列第一嘅，冇錯，我見到都。咁有 DxOMark 所謂加持過啦，咁相信嗰個質素都係有保證嘅。嗯，係啦。咁係咪時候睇下相啊？係時候睇下相啦。咁一億像素有啲咩特別咧？好啦，我哋先唔好講呢啲像素啦，我哋不如講下佢變焦嚇，我哋可以從變焦去講起，因為呢部機官方就話咧，小米自己話咧，佢係加咗天涯鏡嚇嘅功能入去啊，因為由呢個超廣角開始啊，到50倍變焦，基本上極歪又影到。Tele 最遠嗰嚿都可以係平常要影嘅範圍啦，已經係。係啦。嗱呢張咧，而家見到咧，呢張應該係用緊主鏡投影嘅，係啦，就唔係應該用 Ultra Y 嗰張影嘅。係啦，有一張叫做 Ultra Y 嘅我哋，唔緊要，我哋因為都比較多相啊，所以它同時撈亂次序都好正常。好啊，呢張咧就係 Ultra Y 啊，咁你見到佢117度其實都 OK 嘅，即係同頭先同一個。位去影噶啦，系冇错啦，咁就可以影到，其实都等大家可以感觉到嗰、那个嗰、那个歪嗰个效果啦。因为咧，而家通常都系120啊、120松啲，即系唔会超过128噶啦，应该即系譬如117啊，其实就唔算好歪嘅，系啊。不过我都觉得足够，好啦，咁可能之后再播已经几好噶啦，其实都因为有啲即系。117其實已經都你即係嗰個攞嗰個景係會好好多喎。係啦，咁咧好啊，呢張咧就係用一億像素嗰個鏡頭。不過因為咧一億像素其實咧支援像素41:1技術嘅。咁咧呢張相而家呢張相出嚟咧，其實係2700万。OK。係啦，2700万。咁你見到個視覺就窄咗啦。咁啊，同普通嗰、那個拍攝嗰個視覺效果咧差唔多。咁可能咧，第二張應該去到兩倍，係啦，呢個就兩倍啦。我見到啦，嗰個
路牌同呢、這個斑馬線啦、啊，斑馬線都近咗啦。咁其實都相片嗰個質素都 OK 嘅，係、嗯、啦，即係都 sharp 嘅。咁兩倍就大家好經常用啦，咁樣。咁啊，呢個兩倍應該講緊係，因為佢講緊嗰個鏡頭係接力變焦啊。其實佢係四個隻鏡頭係分別做緊唔同焦距。係，因為咧佢記者會上有講嘅，大部分嘅手機，譬如有啲十倍變焦版嗰啲咧，佢係用緊三隻鏡頭去做變焦嘅，即可能超廣角廣角，即係廣角即係主鏡啦，跟住已經去到。三倍甚至五倍、之後再上十倍咁樣。咁啊，好，下一張，好啦，又係下一張。下一張就係呢個五倍啦。咁啊，天神西路呢個路牌更加清楚。你見到後面其實都個 detail 都可以嘅，係啦。咁啲樹嘅 detail 都可以，分離都尚算可以嘅。你呢度頭先個問題，我想問就係、是、你由頭先你都講Y 係好，或者喺主鏡頭去到 zoom 到最遠，其實佢係咪好 smooth 嘅咁樣？其實就唔係好 smooth， 定係一撳就會彈咗去嗰個位㗎啦。嗰個一撳就會彈㗎啦，係啦，一撳就會彈。但係譬如話我拉佢咁樣，係即係都係會一去都係會一格格嘅咁樣，跳一跳嘅，跳一跳嘅。即係你好老實講，你同呢個 iPhone 比咧。iPhone 個變焦個中間個 transition 係做得舒服多嘅，係啦，係啦，個感覺係好啲嘅，係啦。不過就要睇下你個自己會唔會係咪已經慣咗嗰個效果咁樣啦。咁好啦，再嚟可能就係一張十倍啦，十倍混合變焦。啊，呢張五十倍，我哋睇下五十倍，十倍頭先嗰張。啊！呢張先係十倍，係呢張係十倍，因為頭先咧我哋畫面見到係五十倍，係呢張十倍。咁咧天神西路個路牌更加清楚。咁其實咧如果放大翻張相咧，你見到那個燈嗰紅綠燈咧，嗰、那個其實嗰個燈嗰度咧個網都見到下嘅。咁啊，我自己綠燈嗰度，綠燈嗰度嘛，係咯，嚇，即係嗰啲一點點嗰啲位，係點點嗰啲位，睇下拉唔拉到大先，我哋同事。是因為操作上都有啲需要時間。好啦，見到啦，非常清楚啦。因為你嗰、那個大家都知道紅綠燈，其實嗰塊鏡片係有格噶嘛，去放大咗啲光啊，係啦。咁你見到啲格都尚算清晰嘅。其實喺十倍咧，即係好老實講咧，手機影相咧，去到十倍變焦咧，你啲線條實嘅咧，收貨噶啦。起碼咁都唔會蒙曬一紮咁先啦，起碼都係啊。好啊，咁啊出有五十倍數碼變焦啊，咁啊梗係要睇下五十倍數碼變焦嗰張啦。好啦，五十倍數碼變焦係咁啊。你咧只會咧，即係我老實講，五十倍數碼變焦嘅用嘅機會真係係啦，接受啦嚇，用嘅機會真係唔多嘅，係啦。我嚟睇下究竟啊最遠嗰度有啲乜咧咁啦，咁都可以用，係咯，可以用下咯，係啊，都可以用下，真係唔會成日用得到，都唔會成日用得，係啦，冇錯，都唔會成日用得到嘅。咁啊好啦，最重要嘅108 megapixel 嘅相咧係點咧？嗱，畫面上面咧就見到呢張108 megapixel 嘅相，好似冇乜特別啊。就咁睇梗係冇啦，我想聞下佢咯。最特別梗係有下喺呢個左下角係108 megapixel 嗰個水印。聞下相啊，唔該。咁啊，梗係要聞相啦，放大啲。係啊，我哋可以放大嗰、那個入口處嗰度嗰啲樹係迴旋處，再前啲係啦，斑馬線嗰度有個，其實咧嗰個係一個停車場嘅，係啦，放大，好啊，冇錯，再放大啲。要同時操作都係要一啲時間，再放大啲，係啊，我已經 handle 唔到，冇錯，我同事話咧張相實在太大啊，因為張相嗰個橫值，即係嗰個像素係講緊係12000幾×9000幾，可以再放大啲嘅應該你張相嚟，即係好想試下原相片出嚟可以見到有幾大，俾讀者睇一睇我。
係啦，因為我想一嚟唔係睇睇其他地方啦、啊，可以啊，因為我一嚟就想即刻放到最 Q 大最大啊 ，sorry 最大。理論上咧就話嗱，你其實咧見到嗰個咪有個停車處嘅停車場啊，嗰個入口位，嗰個入口位啊，入口位係嘛？嗰個入口位啊，其實咧係可以睇到咧，貨最大咧，嗱我睇翻睇下目記，嗰個應該係可以放得見到一個 P 字嘅，有幾個有啲標誌添嘅喎，其實都係啊，有幾個有四個標誌，咁啊仲有中間有個藍色嗰個 P 字位，係啦、啊，你可以再放大啲嘅。應該都是仲係清嘅、哦。再放大啲啊！我唔知道我可以。係嘛？我同事放大都有問題啊！所以而知張相幾大張，係啊，因為張相其實影出嚟咧五廿幾 Mbps 㗎。哇！喂，五十幾 Mbps 㗎。你咁講，五廿幾 Mbps 影呢張一億像素嘅相，係等下一張可以影嘅時候間有冇問題咧？呢度係好問題，這個呢個咧。其實你拍了一下之後咧，即係按掣一下之後咧、嗯，你要等大概三秒，甚至三四秒，嗯啊、就要睇下你張相咧入邊有幾多嘢。即係譬如你可能拍個天，突然間、有一隻雀飛過，你可能 save 得就快啲嘅，係啦、啊。好似我拍呢張相咧，好多嘢啦，咁就可能真係 save 耐啲、嗯、大概三至四秒到啦。因為佢108嗰個。超級清像素嗰模式係分離咗嘅，即係你平時拍影相咁啊，影相嗰個咧就係四合一，用咗2700萬，咁咧你要要超清咧，超級清，你就可能要跳去108Mbps模式咁樣。好啦，而家咧畫面上面見到啦，其實放大咗都好多下，拉咗好多下，我哋同事拉咗好多下。應該都仲有得拉，應該仲有得拉嘅，應該仲有得拉。但係你而家見到咧係啦。够啦，不过吓嗰、那个 P 字咧，嗰、那个停车场嗰个 P 字咧都几清嘅。隔篱个五字都清嘅，隔篱个五字系啦，都清嘅。咁另外嗰边嗰个咧，系咪两米啊？应该系个嗱，见到个二字啦，二字隔篱嗰个咧，即系而家系依家呢个。我想放大啲话 M 字啊。即系如果头依家呢个个放大嘅程度咧，就睇到个二字，隔篱嗰个应该就我估系个 M 字啦，即系两米咁样啦，我估系。系啦。系啦，两米高。嗱，这个停车场只限两米高的车入。我讲紧张相拉咗好多下，我哋系啊，同埋都吓、啊、拉咗咁多下之后都咁清。咁啊，呢个就系所谓一亿像素嗰个威力啦，威力真系。即系你其实嗱呢张相我讲下拍摄嗰位啦、嗯。我咧喺酒店出边影出去嘅。是你房是啦，房影出嘅、嗯，我住13楼，嗯，系啦，十三楼影我地下，咦？唔紧要，张相横咗，大家打横、又横咗，大家打横手，诶，而家就要打翻动个手机睇，系啦，嗱呢张原相，嗯，咁你谂下我哋头先拉咗几多下，画面中间嗰个停车柱。停車講緊係停車處上邊，即係停車場上邊嗰個路牌。個係啊，嗰、那個入口位上高嘅嗰路牌。嗰、那個路牌係咯，嗰啲牌指示牌係咯。所以嗰、那個嚇108一即像素嘅威力咧，就喺呢度啦。但係可以好清楚。我見同事拉嘅時候咧，其實旁邊嗰啲位咧、嗯，我覺得好似唔算係好實正喎。呢、這個唔算好實實，係嘅，有啲咁嘅情況出現嘅、嗯，因為始終你知四個角都係有機會散散地嘅，係咯，即係好老實有，除非你講緊一啲可能用啲咩拉卡曬屎鏡頭鏡片嘅設計，即係有少少散嘅，但係我覺得都仲 OK 嘅，即係 OK 嘅，即係未至於話不能接受嗰啲。同埋其實我已經隔咗一層玻璃影落去了。哦 ，OK 係 ，OK 係啊，都係呢、這個係啊，都喺個少少影響嘅會係啊，朝早影咁樣、嗯、天氣空氣比較好嘅時候。隔咗層玻璃，啲個天氣都唔係話都唔錯嘅，好朦啊，剩嗰啲咁樣。咁咧，你見畫面中間嗰粒一粒仔，我講緊嗰個停車場一粒仔，再一粒仔嗰、那個路牌，大家都可以放大到100% 之後咧，係都仍然可以清楚地分辨到究竟個路牌寫乜嘢咯。喂，如果咁樣好快可以實現到啲戲裏邊嚇，
真係放到好大，然之後睇到車牌噶咯。咦，講緊 TVB 嗰啲誒戲喎，即係突然間放大框咁樣，就見到曬車牌，見到車牌揸車嗰人嘅樣都得噶咯喎。A.M. 一二三四咁樣啊 check 到佢，哦，原來呢部車係咯。我覺得咧嗱、有咁嘅有可能性，第時啲鏡頭會唔會啊鏡 CCTV 都用一億像素咧？咁就哇無所遁形啊！咁就真係咁啊，可能真係要靠五 G 啊，真係要靠五 G 啊！因為你諗下，一張相都成四十幾萬 Mbps， 甚至萬幾 Mbps 嘅時候，你要嗰、那個譬如你即時傳送嗰個數據量係幾多？同埋容量啦、啊，容量都幾緊要，因為你五十幾 Mbps 一張，我諗真係又未必真係可能未必真係未必個個人都會。枕住用個億像素嚟影相咯，即係有陣時真係好需要，即係可能想即係真係玩下啦，留住係咯。幾一刻可能細路仔食生日蛋、生日蛋糕類似呢啲嘢咁，係啊，或者可能見到一個真係好靚嘅畫面，真係好即係風景影景係啦，影景咁用呢一億像素咧，我覺得但係 OK 嘅，係啦。因為你又要等一等啦，又要少少時間，即係你撳完之後。同埋其實我覺得都好有驚喜㗎，首先始終手機。嘅感光源嘅 size， 你諗下部手機幾大部，個相機個即係個鏡頭有幾大，咁嘅感光源嘅 size 用影到咁嘅相，其實個效果即係你講幾啱，因為其實你頭先見到嗰個 CC 即係絲膜聲應該係話，嗰個 size 大咗咁多，但係其實你部機相對又唔係大咗好多或者厚咗好多，係啊咁嘅樣，係啊，咁可能因為呢部機用嘅730啦，730G處理器啦。咁可能第二時有啲出啲更加旗艦級處理器嗰陣時，又用咗一億嘅話咧，可能譬如再發展落去，咁可能喺集相控制上面啊，或者清晰度上面啊，根據演算法調整啊，利用咗處理器個效能啊，咁出嚟個質素應該會更加好。同埋最緊要唔使等嗰幾秒。係啊，我覺得都好緊要。係啦、啊，其實而家接受啦，咁可能咧將來咧會更加好都未定嘅。咁啊好啦，咁啊。小米十一 Pro 好啦，講到呢度。咁咧呢部機幾錢？幾時有得買？係未知嘅。幾時有得買？未知嘅。點解咧？咁啊講到喎咁快嚇。人民幣有價嘅。咁咧因為講緊係小米 CC 九 Pro 咧，就喺雙十一嗰陣時正式開賣嘅。咁、人民幣幾錢咧？好啦，我要望一望，望翻啲資料先。係啦，講緊咧人民幣咧，其實咧講緊最貴咧係3499，係啦。嗰、那個講緊係專向版，即係三四九九圍起，三四九九人民幣，四千，四千松啲啦，松咯，係咯，四千松。咁咧最低配咧六加一二百嘅話咧係講緊2799人民幣，咁啊3000頭港紙啊。喂，咁如果咁計，其實佢一億像素，係，但係個價錢又個價錢又平過。有商頭先嚇，有商 P30 嚇，有一困下咯，都平咗，都平一半啫喎。都平，但係有商 P30 又唔同嘅，又佢又佢又玩另一樣嘢，我覺得係啦。咁又即係如果你以像素計，其實像素計佢抵㗎，就好抵，佢抵㗎，佢抵㗎。咁至於國際版賣幾多錢咧？官方嘅説法就係話仲要等嘅，咁啊。所相關嘅資訊咧，講緊十一月尾至十月初就會公布噶啦。O K， 咁小道消息講緊咧，就十一月尾出係啦。咁、嗯、但係幾多錢真係未有任何資訊啊？大概都係你跟翻人民幣嘅話都貴翻，可能貴翻少少咯，少少咯，係咯，四千零咯，4243咁樣咯。不過都係，我覺得係要睇下佢會唔會出 Pro 版咯，即係講緊嗰個小米 CC9 專享版咁樣。咁、嗯、啊，始終會多啲 RAM 啦、ROM 都多啲啦。香港 user 都寧願俾多少少，俾多少少啊，買大啲咁樣。咁你咁高像素，咁我梗係寧願要多少少，係啦，儲存容量好過啦，係咪先？即係俾多少少嘅話都好。咁啊，講完呢部嚇、北京上推出嘅小米六十號，喂，小米六十 ，sorry， 小米六十。咁咧，其實咧，今個禮拜。都是禮拜三咁咧，香港出咗。尋日咯，係啊，尋日啦。咁之前其實都搞過，即係講過想搞個 Experience Day 嘅。係。咁啊，最終吞到尋日嘅。係。咁啊，就係、是、Samsung Galaxy Fold 啦。係。咁啊，即係接機。接機啊？Galaxy 嘅接機。首部。首部接機。係。
手部相機接接機係 Galaxy 係手部接機嘅，手部接疊屏幕手機，因為Samsung都出過好多接機嘅，曾經好似係嘛，咁呢個就有啲唔同嘅接法啦。咁不過部機咧，依家我就未喺手嘅，就下個禮拜先至會借得到翻嚟，係啦。咁所以依家可以睇住片先。咁呢啲就尋日我同同事一齊影相拍片啦，咁就其實部機揸上手咧個感覺咧是厚一些的，是但是呢比我想象中，因為我真的第一次碰，我未在其他展覽會、啊、或者其他 PressCon 那些都碰過，厚一些還有幾聚手下的。幾聚手因為木計我又喜歡、啊、我又喜歡，即我又不喜歡輕飄飄那些、啊啊啊啊、但反而呢它那個厚度呢、我覺得就剛剛好幾夾到虎後位，虎後位。咁、哦、但係咧，因為佢部機咧就比較窄身嘅，你見到，因為佢可以打開咗之後，佢會變咗闊 mon 啊嘛。冇錯冇錯。咁所以佢部機接埋之後咧，嗰比較窄身。咁其實揸手咧就比想象中 OK 喎，即係穩陣喎，都即係揸上手又，即係個手感都唔係話太差，即係係厚咗少少啫。咁因為佢始終係要接埋啊嘛。咁就有兩邊嘅屏幕喺度，咁即係有兩邊嘅機身喺度，咁所以你接埋咗之後就稍微厚啲啲啫，都冇辦法㗎，因為嗰個設計上係要遷就，係啊，因為都冇辦法，即係呢個都佢兩邊 mon 咁，你都有啲 part 喺度，咁所以變咗接埋之後就厚少少，咁但係打開咗之後其實就真係喂，第一個感覺真係幾喂幾犀利喎，係嘛？真係幾犀利，視覺震撼，係啊，即係你一打開個 mon 咁。一打咗個部手機嗰個裏邊嗰個 mon 咁啊，個感覺就哇好，即係佢打開咗之後咧，其實你會見到佢啲字都或者佢 display 嘅嘢咧，個 icon 啊嗰啲相對咧都係大丁多嘅。係咁可能喂，可能我都年紀翻咁上下，喂可能咁樣嘅 size 好似幾 fit 喎，咁樣樣係嘛？咁反而咧，而家睇緊出邊嗰個 mon 咧，可能咧大家會用得唔係好慣又真。但呢個 mon 我覺得係俾人打電話用的。是啊，但是你始終都有機會會因為哇，我見到嗱，而家一打開，哇，幾爽啊！係啊，你睇呢啲相啊，咁樣其實睇字啊，咁其實幾 fit 嘅。咁睇戲，咁但係咁講睇戲，你就一定要用唔盡係成個 mon 去睇戲嘅。咁但係嗰個出嚟嗰個效果都幾好，同埋最緊要咧，佢打橫咗部機之後，佢兩邊都有喇叭會發聲嘅。哦。即係打橫嗰陣時候就 stereo 係啦，嗱依家打直嘛部機，即係你將佢打橫到，即係話機頂會有一個喇叭，個底有一個喇叭，咁你即係如果打橫睇戲嘅時候咁啊，即係都會有兩邊聲聽走出嚟咯。咁而且個 speaker 嗰個效果咧，即係佢夠聲，但係即係唔會大聲嚟拆嗰啲咁樣嘅，即係嗰個聲個效果我都覺得唔錯嘅。咁啊，好緊要啊！呢個係噶，都係噶，都係。有時自己一個人睇，都係噶，都 OK 啊，唔想失儀。係啊，你又唔好想拆聲，因為好難搞。係啊，所以即係你有咁嘅 mon 同埋，即係你有個嗰啲，即係呢個幾好嘅聲效，其實咁你睇戲，你真係幾唔錯啊！都我見到咁大 mon 真係好吸引，好吸引。係啊，因為做起嘢，即係做任何 task。嗱，你做嘢都好難，你見到呢個 keyboard 咁樣，其實你都見到佢會分開咗兩邊俾你打。咁其實你真係要打啲文件，咁其實都好方便嘅，即係你就翻你自己咁樣左右手分開，就唔使翹嚟翹去咁樣樣。咁你見到我單手開就梗係啲難搞啦，係咪？因為佢機側邊咧就少少磁石嘅，咁佢就即係用少少力去，要用啲即係唔係就咁。撩起佢就開嗰啲咁，你始終都要用少少力度拍開佢咁。咁但係尋日試咧，就譬如話我開合咗好多次咁樣計，咁條邊其實即係中間，你可能大家都擔心嗰個遠 mon 嗰個中間嗰個位接嗰個位，可能會唔會有啲痕啊成咁。咁尋日即係初步試啦，咁其實就冇乜影響嘅，其實都係啦，冇乜影響嘅。咁嗰個同埋你開合啊嗰啲咧都好暢順。咁啊～係咯，我睇你嗰個畫面而家，即係譬如而家 show 緊嗰個畫面，你打開咗啊嘛，個接痕都唔係好明顯嘅。係啊，冇嘢嘅，其實都當然你話係咪接多一百幾廿萬次咁樣，可能就會有咧咁。接多一百幾廿萬次應該第二代出都唔止第二代啦，可能係。咁所以嗰個咁大嘅畫面，你出嚟睇係
看網頁又好，看普通你可能找地方看地圖，看地圖真的很爽，都正係啊！其實最重要一樣嘅，我覺得咧，佢咁大一幕之後咧，佢可以有三個畫面俾你喺度 touch 喺度。哦，咁即係話你一路睇住個睇住個 message， 然之後咧揾地圖，嗯，可能揾翻邊間餐廳類似呢啲嘢，咁你三個咧同時喺度一齊 task 嘅可以。哦，咁呢個真 multi task， 真係係啊，咁就咁即係變咗幾方便咧，即係成個即係你喺普通依家啲手機度，可能你都係上下兩個咁嘅樣，咁但係。呢、這個有三個之餘，其實佢最大嗰個 main screen 係可以有好大範圍嘅 display， 譬如話你真係去揾地方，其實就變咗會好睇過平時依家上下 mon 去揾地圖咁樣。我突然間諗起咧，就係做嘢，我真係好中意做嘢。我就發覺咧，打開咗 mon 之後咧，可能用啲 Google Doc 啊嗰啲，咁啊配翻個藍牙 keyboard 啊。或者配翻，又冇話你 mouse 又好，咩都好啦，咁樣打字咧肯定方便好多。係啊，因為我點解咧？我係呢個咧係我係同行家咧去傾啊，哇，暴風好似好正喎，暴風好似好正喎，係啊，咁啊，因為咧平時我哋做嘢咧打橫部電話噶嘛，打橫部電話打字咧，將可能配個藍牙 keyboard 喺度打字，首先前次就係我唔想帶 notebook 出去嘅時候，而電話又可以做到曬我哋想做嘅嘢嘅時候咧，咁我哋就會用呢個方式去寫文咁樣啦。咁、但係咧普通嘅電話，因為而家啲電話 mon 好長噶嘛，咁你打橫咗，其實咧嗰、那個上下嗰、那個位置其實好細啊，你成日要做左碌右碌啊咁樣先睇到前埋後裏咁嘅嘢。你呢個建議唔錯，不過咧可能你要用一個套咧。會好啲，有個後面有個支架，係啦，你要承住佢，等佢斜斜地。因為咧嗱，尋日試咧，我發覺咧，即係你咁樣開啦，依家你打橫佢，即係好似舊式嗰啲 Windows CE 嗰啲咁嘅機咁有 keyboard 嗰啲咧。咁但係咧，佢個位咧，佢就你咬咗個 mon， 即係一部分個 mon 去後面嘅時候咧，其實佢會好容易向後跌嘅。哦。即係個 balance 就唔成得，即係開咗之後咧，佢唔成得穩陣。咁、如果你要咁樣做嘅話咧，我就覺得你要揾一個機殼或者機套有架嘅，咁可以承住咧，咁就可以實現到你呢個工作狂嘅夢想啦。係，但係架咯，隨時隨地都可以打機，甚至乎你搭住巴士你都可以打機。係咯，哇！我反而係講起打機，講起打機，我真係想試下用呢部機。我未有機會試到，咁啊下個禮拜翻嚟我哋會再試一試，因為尋日都比較趕急嘅，都因為打開 mon 玩馬步賽車，係啊，應該幾正嘅，同埋會唔會你打機其實會唔會用到 full screen 咧？有一個問題係嚇，又或者如果你真係就算玩馬步賽車都好，其實可能你嗰啲控制嘅位，因為 on screen touch 嚟到控制噶嘛，咁會唔會嗰啲位會有啲奇怪咧，或者點樣咧？即係可能要試下咯。係啊，要試過先知咯，真係要。咁因為嗱，頭先見到呢度咧，你不斷拉三個呢啲apps 出嚟做嘢，咁其實呢個真係好方便呢一個，真係我覺得好方便啊！呢個好方便。譬如你左邊可能睇緊地圖，跟住下邊開緊 WhatsApp 咁樣，咁你可以drag and drop 啲嘢。就兩邊三邊，你咁工作狂，梗係左邊攞佢開個 work pass， 右邊開住個 press release 嘅，然之後整相咁，再加多個keyboard 咁搞掂，咁啊搞掂啦，真係好。咁所以呢個都呢個體驗幾好嘅，咁啊，等時間再睇下佢嗰個接 mon 嗰個韌力啦，應該咁講。係，因為始終即係大家都最擴張就係嗰個。接完又開又接嘅話，第一代產品啦。咁雖然佢都已經改良咗一次，再推出市面。咁可能大家都會 concern 嘅，都會呢樣。其實改良咗已經好好噶啦，因為咧佢始終佢個底嗰個位。唔係你係咯？你睇過第一代，你睇過佢未改良嘅嗰個產品嘛？好似係咪？未改良。我哋遠觀好遠，齋睇嘅，齋睇。因為未改良，因為真係外國好多 KOL。攞到第一代，所謂第一代啦，真係出曬事嘅，因為始終個底啊，同埋上面嗰個接合位係好易入到嘢，同埋佢大家最記得就係咧，
之前是有一塊嘢噶嘛，係去撩佢啊嘛，好想，好想有嘢撩添，好想搣，好想搣嚇，以為嗰啲係普通嘅 protective film， 我一睇以為係啦，因為你係啊，點知新機貼住嗰啲，真係 protective， 係真係唔可以搣嘅，真係唔可以搣嘅。咁我而家咧包含曬，咁啊令到你真係唔會受得多咁樣，即係你知大家好有強迫症噶嘛，有啲嘢係一定搣出嚟噶嘛。咁啊呢部就唔會啦，即係唔會，起碼唔會令到有位俾大家會即係意外地整壞嗰個 mon 咁樣。咁改良咗，即係雖然講緊其實應該係好就係再早好多就推出市場啦。咁但係起碼你廠方就見到個問題，即刻撳住先，唔好出住，再改咗改好先出。啊、你回收仲大劑啊！係啊，你真係回收仲大劑、啊。同埋最緊要係嗰、那個你出咗嚟咁樣嘅話，個口碑咧你就再好難推以後嘅。即係起碼你係啦、啊，你會俾外界嘅 user 感覺到啊，你真係了解到嗰個問題所在，即刻 stop 咗佢，再改良，真係做到最好先至出。咁樣啊，咁樣個做法會幾好啊？不過即係前邊嗰個 mon 大家用嘅時候，真係要習慣下。可能平時都係睇下即係撳下來電啊，接來電嗰啲咁樣咯。琴日都有傾過嘅，其實我哋都因為譬如話你前面嗰個 mon， 其實你好多時候，喂你真係搭車，你冇位坐，你企喺度嘅時候，你真係喂你唔會咁樣，仲要可以俾你開到咁樣嚟咁樣用。咁所以前面嗰個 mon 即係同埋，因為咧佢可能擺喺中間位啊，咁變咗咧佢個上下嗰個黑巴嗰個位咧，就相對地係個感覺比較厚咯。咁因為冇辦法喎，佢又唔可以做得太，因為佢嗰、那個。嗰、那個寬度有，就係有個 limitation 喺度。你除非做個16:9 mon， 或者可能再長比例啲嘅 mon 咁樣。咁呢個可能用嘅時候，你大家要習慣下，即係始終你突然間一係就用個咁細嘅 mon， 你打開你就用個好大嘅 mon。咁變咗你中間你可能平時用開嗰啲 smartphone 嗰啲個 size 咁樣，咁就你真係要，因為佢見到下邊咧佢。得三個 icon 嘅依家，我唔敢肯定佢係咪可以再加入去啊？咁、但係即係相對地，總言之嗰個四個 icon 係咪都應該可以四個嘅？應該可以四個，應該可以。咁但係嗰、那個係有四個，咁你變咗就係、是、嗰、那個係嗰度應該係三個嚟嘅。頭先嗰個係因為整。home screen 即係 set up home screen 嗰個 feature 嚟嘅。我哋可以再研究。係啊，咁所以呢個應該可以擺六個添。喺呢度可以擺好多，應該就係。咁就變咗係前面要前面前 mon 嘅時候，你就可能真係要習慣翻，反而變咗細少少個 mon 咯。咁同埋佢最我覺得佢幾好嘅樣嘢就係咧，佢你前面用緊，即係用緊前面個細 mon 都好，你一打開其實係可以即刻喺裏邊 display 翻曬你出邊用緊嘅嘢，即係好無縫，好無縫，係基本上無縫個效果。咁所以呢部機嗰個做法即係。幾 OK 咯，即係幾諗得幾周到嘅都。係啊，咁啊，仲要係第一個量產推出嘅，係啊，摺疊式，係啦，係啦，即係大廠喎，講緊大廠喎，即係之前係有嘅，咁但係嗰、那個口碑啊，同埋嗰個注目度就冇Gasifall 咁好。尋日我哋都討論嗰個問題，就係嗱呢部就向內摺，咁其實有個問，即係唔係問題嘅，其實嗰、那個有個情況就係、是、嗱你要擺多一個 mon 喺出邊，咁其實所以咁樣有機會會令到部機厚咗啊，或者可能會唔會耗電咗啊，定點樣樣？咁定係你覺得用外接內同外嘅對決係啦，冇錯。即係呢個琴日我都傾過呢樣嘢。我個人就會中意咧，你又覺得點咧？內接嘅，即係依家呢個係啦，因為咧保護性強啲。嗯，係啦。其實咧用得內接咧，基本上咧。我諗仲有七成嘅時間都會用入邊個 mon，即係出邊，即係頭先，正如我所講啊，出邊嗰個 mon 可能我哋睇下邊個輕強嘢，邊個來電幾多點，啲輕強嘢係啦，幾多點有咩提示咁樣，即係譬如我啊見到有人覆咗啲 message， 我打開去覆翻咁樣，係啦，咁樣同埋內接我即係可能平時睇即係大家都睇開書都係打開。我感覺係打開先有內容，係啦，打開先有內容咁樣，內接嗰、那個用起上嚟嗰、那個可能就會近翻而家用機嗰個習慣，或者睇書嗰個習慣。因為我就只係覺得向內接裏邊，因為加多個 mon 喺出邊，其實可能嗰度嗰個你部機嘅重量啊，或者耗電啊嗰啲嘢，可能會高咗。咁但係調翻轉，如果向外接，其實
我就覺得那個安全性就點講咧？即係你外接你跌部機，咁你就外接係啦。咁你就跌咗一邊咁點咧？另一邊咁點咧？咁就但係如果你向外接就仲有一個問題就係、是。你會不會很容易棘到？即係你會手揸住噶嘛？係。咁你會不會很容易嗨到某啲？咁就可能要係啦，咁可能要睇下個系統會不會即係可能接咗咁啊 ？detect 到接埋之後，會在某啲位 set 咗一個禁區咁樣。係啦，咁樣嘅話，外接就變咗嗰個做嘅嘢好像仲多咗。會多咗嘅。但係你慳咗個慳咗出邊，其實個技術上應該會高，要求會高啲。係啊，犀利啲應該。係啦，因為外接嗰、那個你諗下。外接喎，淨係手揩到呢個都問題。即我講一個例子，即我講個例子就係大家咧讀書嘅時候包書，你諗下外接就等於塊包書膠喺個書出邊，你用得耐，你嗰個書脊位嗰個膠會喐啊，會褪一褪噶嘛，褪出嚟噶嘛，即你要。你的工藝和、那個本身嗰啲元件做質素夠好咧，你先會避免咗會唔會、就是、啊會唔會接住下會褪咧？會 lose 咗咧？個軟芒點解旋咗落？係咯，會突然間會軟咗咧？會唔會有啲嘢出事咧？咁樣不過咁講，即我有考慮過呢啲問題出現。不過咁講，依家就得一步。外接啫，多一部內接，就好想睇下埋另外一部外接嘅。外接嗰好似快，好似即係根據消息話咧，好似都就快嘅。知好多內幕嘢咁啊！係，我都係睇，我喺上網左睇右睇嘅啫，咁樣。我都係上網左睇右睇，咁樣話大陸咧就快出。嗯，但係真係好確實咧，究竟幾時出咧，真係唔知道。可能都牙灣呢輪咁樣。問下有關方面啦，我哋係咯，問下有關方面啦，或者問下水貨朋友啦，水貨朋友通常都消息都快嘅，係啦，佢都知道究竟大陸幾時出咧，因為而家佢哋通常佢哋一出咧就好快有啊，係啊，咁如果有嘅時候即刻叫佢攞上嚟，或者我即刻衝落去同大家嚇開個 live 咁樣睇下，即刻睇下有幾好玩，係啦，好咁啊，今日。小米碌碌十又有咁啊 ，Flow 咁啊，Gas Flow 應該就話要係咪要下星期？下星期係可能下星期。希望可以下個星期喺呢度同大家試下真機。係啦，咁啊有部真機咁樣。係啦，咁啊究竟一像素得唔得咧？咁我你拜唔拜咧？係啦，拜唔拜？可以試下機咁樣。係啦，咁我見到有人有讀者留言嘅，咁啊係啦，佢就問究竟我一億像素係 Warning 最平，嗰一億像素係 JPEG 嚟嘅。咁但係呢部機咧係有 RAW 可以影 RAW 嘅，咁啊之後我會再幫大家再試下咁啊，下期都會有多啲試想睇嘅喺我哋嚟緊週嘅係 BCM 雜誌咁啊，係啦，因為可以擺書度咁會多啲相咯。其實你擺書度都有，我哋都傾過一個問題就係、是，我哋可唔可以將成張相懸帶咧？但係懸帶個問題就係、是。就算我兩版 A4 都應該唔可以全帶，應該整張海報啊，拉葉係嘛？拉葉整翻好以前好興嗰啲拉葉海報。你冇話上網可能要擺喺我哋 website， 都要撈，有排撈啊！喂，你斷估你個 mon 都唔會有幾多個人可以成原相一比一喺個 mon 度睇曬啊嘛？都有排撈啊，真係係啊！不過頭先你話拉葉個提議咧，我要揾總編輯傾傾先呢啲。係啊，拉葉就唔好出呢啲，拉葉又出下女相或者 model 相、私相，係啊，好似因為總編呢排好似又攞啲好嘢翻嚟。攞到咩好嘢翻嚟先？攞啲勁嘅相機翻嚟，好似係，即係再問問佢究竟有啲咩？頭先佢見佢都嚇拎到，係咯，有啲拎到，係咯，我聽到好多幾蚊槍聲，係啊。好，今集就同大家講完呢個小米碌十，由 Alan 同大家分享過 Galaxy Fold 嘅係啦，初體驗啊，佢係啦。咁啊，節目時間到呢度。系啦，又完啦，咁啊，下星期睇下星期可唔可以睇到攞到部 phone 啦，系啦，同埋睇下有冇其他新嘅嘢，分享下嘅，系好，咁啊，今集時間差唔多，好，再見啦，拜拜。